早晨，各位兄弟姊妹，今日是常年期第十四周星期三，弥撒经文在敬礼小册子的第十三页，敬礼大圣约瑟，读经在经书的第九十九页。请看忠实的仆人管家，主人委派他管理自己的家务。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你以无比的智慧拣选了圣约瑟做你圣子母亲的正配，求你使我们在世敬奉他为主保，也使他在天上常为我们代祷。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创世纪。埃及全国闹饥荒时，人民向法郎呼求粮食。法郎对埃及民众说：你们到约瑟那里去，照他对你们所说的做。当时饥荒弥漫天下，约瑟便开了国内所有的粮仓，将粮食卖给埃及人。因为埃及的饥荒很严重，天下的人都来到埃及向约瑟购买食粮，因为天下各地都大闹饥荒。这样以色列的儿子们也夹在前去埃及购粮的人中前来购粮，因为帕勒罕地也发生了饥荒。当时在地方上执政的是约瑟，给地方上所有人民配售粮食的也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就俯首致地向他下拜。约瑟一见他的哥哥们，就认出他们来，于是在拘留所内拘禁了他们三天。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原是个敬畏天主的人，你们愿意保存性命，应这样做。如果你们是诚实人，叫你们兄弟中一个人留在拘留所内，其余的人可带粮食回去，解救家中饥荒，然后给我带你们的小弟弟来，好证实你们的话，你们也不至于死。
他们就这样作了。他们彼此说，我们实在该赔补加害我们兄弟的罪，因为他向我们哀求时，我们见了他心灵痛苦，竟不肯停。为此这场苦难才落到我们身上。拿乌本就对他们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要伤害孩子吗？你们却不肯听，看现在要追讨他的血了。他们原不知道约瑟都听得懂，因为在他们中有一番译员。约瑟就由他们前退出去哭了。上主的话。上主，求你向我们讲施慈爱，有如我们对你所存的期待。你们该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赞颂上主。你们应向他高歌，高唱新歌，在欢呼声中奏琴吟乐。上主，求你向我们讲施慈爱，有如我们对你所存的期待。上主，使义邦的计划失败，使万民的策略废去。上主的计划却永恒不变，他心中的谋略万世常存。上主，求你向我们讲施慈爱，有如我们对你所存的期待。请看，上主的眼睛常关注敬畏他的人，他的双目常眷顾靠他仁慈的人，为使他们的性命脱免死亡，使他们在饥馑时生活如常。上主，求你向我们讲施慈爱，有如我们对你所存的期待。阿利路亚。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顺从福音吧。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耶稣将他的十二个门徒叫来，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病症、各种疾苦。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第一个是称为伯多禄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伯得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约望，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谋、多默和叙利马窦，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和达窦，热诚者西门和富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耶稣派遣这十二人，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听到的福音里面有提到耶稣召叫的十二位门徒，每个都有他的名，每个他们有着自己的召叫，他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的病症、各种的疾苦，还有做他最重要的，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来聆听他的教导、他的培育，做他的见证。
今天的第一篇的读经就是这几天里面都讲及关于个弱势这个的义人给到我们的是一份就是一份的召叫，忠于自己的召叫。他的一生里面由小个开始被他的兄弟来妒忌，卖了想杀害之余卖了他，被人卖了他做奴隶在埃及。但有另一件事的就是他忠于自己的召叫，诚信，而且他勤恳，无论他是奴隶好或者做到长官好，但是都忠于自己的，而且对于自己、对于主、对于人、自己的良心，一一这样去来行善，甚至面对着他的兄弟，见回的兄弟的时候，他以善待恶，以善来报恶，更加这样去来用他的智慧服务，储住晒啲食粮，等到有灾难嗰时候嚟派放，救咗周围，唔净止救埃及，仲救周围侧边嘅人。呢啲就系约瑟俾咗我哋嘅榜样，忠于佢嘅召叫，诚信，以善报恶。最重要嘅就系佢最谂起都宽恕，宽恕佢啲兄弟。呢个一个整几咁诚信嘅一个人。给了我们一个鼓励，就是为当天主拣选我们出来，我们自己每个人有自己的召叫的岗位，可以是一个爸爸，可以是一个妈妈，可以是一个祖父，可以是一个祖母，可以是一个的夫，一个可以是一个妻，可以是儿子，还有的就是工作上面的岗位，还有的就是我们社会里面很多的职责，教会里面的职责，不同的话有不同的召叫。我们有没有因为好像兄弟一样妒忌的心？妒忌尤其是家庭里面，一有妒忌的你多可怕，家庭就会破裂，多少的纠纷出现。所以我们在里面明白得到一个人的召叫要有诚信，约瑟给到我们的就是一个诚信的人，忠于自己，面对着种种的诱惑、权力、金钱、色欲，他都能够去来克服，而忠于他的召叫。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地反省一下，我们领了洗的，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召叫了的，我们有没有去来做他的见证？而在个见证里面，无论我们是做到高做到低，无论我们有没有权、有没有钱、有没有种种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忠于我们领了洗的召叫，去行善、去避恶、去来好好地去来服务其他的人，无论是年纪、无论是职业、无论是岗位，都是忠于我们领洗的召叫。今天我们也是纪念着圣约瑟的，同样一个名，旧约里面的约瑟，一个诚信的人，新约里面的约瑟又是一样。希望我们承担起我们的领洗时那个名约瑟，无论是旧约新约，都能够诚信地背起他的召叫，背起天主给了他的名字。希望我们那个特别恳求旧约的约瑟、新约里面的圣约瑟、大圣约瑟，帮助我们能够忠于我们领洗的名、领洗的召叫的。
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圣父，你愿意圣若瑟在世时代行父职，照顾你的唯一圣子。我们献上这赞颂之祭时，求你赏赐我们因他的代祷更为虔诚，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在这圣若瑟的敬礼日，我们以适当的赞词称扬你，歌颂你。他是义人，你选他为天主之母和贞玛利亚的正配。他是名字的宗仆，你立他为圣家之长，代行父职，守护因圣神而降人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尊威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神圣，藉着基督赞美你、钦崇你、敬畏你、欢跃庆贺你，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谦恭地同声赞颂。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因此一活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她的正配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罪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做的好，你这良善忠实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
请大家祈祷。上主，圣约瑟在完成你救世大业的奥迹上，一生忠贞服从，我们领受了赋予生命的圣事，求你赏赐我们因他的榜样和代祷，尚能到正义和圣善的生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圣人罗格垂翼主保重。天主，曾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力不病的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疫。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请为我们祈祷。